疫情缓和，楼市气氛旺，新地趁机推出即将落成的屯门新盘御海湾二，屋苑主打细单位，406伙当中超过九成属于两房或以下户型。御海湾二和第一期同样位于海王路23号，但二期位置更加临海，可以坐享青山湾海景。楼盘早前开价后随即开放现楼示范单位，是两个连装修的两房和一房单位。我们先看看一座28楼 H 室，是实用440尺的两房，全屋不设玄关和走廊位，空间更实用。客饭厅面积约150尺，摆放了米色布艺梳化，配上橙色图案枯笋和地毡，天花挂了一盏充满玩味的气泡状吊灯，整体感觉温暖舒服。饭厅就选用了同属素色系的灰色圆形餐台凳，令客饭厅家私在用色上保持和谐。饭厅旁边就是开放式厨房，可用曲尺型工作台设计。这个单位最大特色当然是个景，客厅外连22尺的露台，向正南享有青山湾避风塘全海景，更加可以远望到黄金海岸沙滩。不过因为前临公众货物装卸区，比较多大型车辆装卸货物和进出，都会产生噪音，这点值得留意。两个睡房分设大厅左右两边，较大的一间摆了双人床之后勉强可以三边落床。这间房外连18尺的工作平台，但因为床尾和贴近工作平台的一边空间不多，要走出平台就有少少不方便。至于小一点的一间睡房，够位摆放单人床和基本家私。看完两房，可以顺便看埋一房装修示范单位，是同层的28楼 M 室，实用305尺。单位间隔四正，睡房位于厅的左边，客厅以素色为主，摆了一座灰色布梳化，为增加视觉效果，设计师特意配上一张色彩缤纷的地毡，非常抢眼。单位为了节省空间，采用开放式厨房，基本主食设备齐全。工作台旁边加了一张细细地的胡桃木小餐台，够两个人同时用餐。客厅外的露台有23尺，面向西方，虽然不是望青山湾海景，但仍然享有开扬的屯门河景，景观算是不错。